好，下一套啦，下一套系一个又系杯面翻嘅时间啦，开始系呢个杯面翻第一套咧，就系呢个漫画家与助手们啊，好似系唔系杯面半个钟噶，叫做廿零分钟噶都有，杯杯地啦，起码唔系全套先啦。嗱，佢咧呢套有个神奇，但系嗱，漫画应该大家都略有所闻，或者略有会睇过啦。咁系四格嚟啊嘛，系四格嚟嘅，咁佢动画化其实佢最大问题，佢会犯翻好似啊。新套演员共佢第一季嘅情况就系佢将原本漫画四格入面发生嘅全部照得翻晒入动画度，分镜对白不改，好明显噶，佢真系好漫画咯，照做四格噶。标题嘣，跟住就系每人个每个镜头一个人喺度讲对白，跟住录完之后就嘣，下一个 part 就系，所以你明显见到嘅上一 part 呢个人可能坐呢个位讲一句嘢，得下一 part 嘅时候佢都唔见咗，即系间房入面唔见咗嘢会突然间系。咁但系冇嘢嘅，佢都系嚟去都系嗰间房嘅，主要都系。即系佢出去买下底褲嗰啲，我唔计。即系好突，你会见到，即系可能上一 part 你同个编剧，唔系睇下编诶编辑佢讲嘢，下 part 个编辑唔知佢边嘅，可以系。咁，跟住佢话嘅话嘢话，我又话我冇灵感啊，下 part 就话我唔画啦，下 part 话我努力工作喺度，即系主个男主个心理转变得好奇怪会系。嗱，男主个心理转变应该就冇嘅，佢长期都系保持一个低能同埋一个下品嘅状态啫。咁就下啦，或者系，咁所以就我觉得心理变化就应该冇乜嘅。咁啊，女主角啦吓，我叫女主角啦吓，阿雪山啦吓，即竹衰啫，佢日文亦下音都系助手啦。咁啊，比较平稳。咁啊，编辑咧又比较刚烈。咁所以其实我唔会觉得为就呢个事件而有咩转变。咁其实都好合理嘅，因为你四格漫画冇剧情可言可以发展嘅。咁其实人物个性格定型系固定嘅。唔系，嗱，我哋无需知道介，即系呢几季都有四格。漫画作品改编动画啦，我哋无需介绍过唔少嘅，即系叫打第四格漫画，打都系改编嘅动画，但人哋可以改到好有故事性，可以连贯性，有啲改到冇连贯性、冇故事性嘅，即系啲高手低手分别咯。但系问题而家你讲紧佢系低手嘛？咁低手嘅话，佢梗系好忠于原作漫画嗰种四格，就系四格风咯，即系佢有15分钟，咁佢咪做三个古仔，跟住就完咗咁样，三个古仔各自系冇关系嘅。咁 OK 咯，不過都係嗰五個人咁解啫嘛，即係一個男四個女咁樣，咁睇下嗰個故事出邊幾個咁樣咯，純粹就係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其實呢個唔係好主要嘅問題，老實講，如果你個四格好笑咧，我覺得我 accept 到嘅。咁問題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大家係笑唔出嘅，我覺得係，唔係起碼我唔笑啦，好無聊，即係可能畫漫畫嚟講，畫個助手，你覺得畫內褲露同唔露？但問題是你唔係真係畫嘅喎，阿生，你好似畫到連載喎，應該係，你認為呢個問題？我覺得你。仲有一個漫畫家係，即係我睇漫畫我會覺得笑，但動畫睇完之後發覺諗深層其實有問題嗰樣嘢係。即係你唔好理啊，畫漫畫畫唔畫露內褲呢個係佢第一個故仔啦。嗯，係啊。咁但係其實佢後面嗰啲故仔都好停留喺呢啲嘢，即係譬如話個男主角即係個漫畫家啦，去胸圍底衫鋪度，即係女裝嗰個啊，去買嘢取材。嗯。咁都其實都幾奇怪㗎啦，我唔會否定嘅，現實係有人係咁樣做嘅。即係日本嗰邊係有人咁做嘅，一般向都有人咁做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去睇，跟住佢跟住就話啊撞到個編劇，跟住啦，哇！我目測已經知你 AA 級啦，編輯啊，個編輯，係編輯。咁跟住就喺度打佢啊，例牌嗰啲嘢啊，跟住後面又係嗰啲咩啊，我可唔可以摸下你啊咁嗰啲？咁其實全部都係圍繞住就啊好多鹹書啊咁樣，全部都係偏向一啲係。其實佢已經唔係色情啦，佢係下品騷擾、下品男性騷擾嗰種咧。即係學雪生話就係、是，即係你性，即係講呢啲鹹嘢、公口嘢，其實佢有高層次同低層次。佢唔係鹹股咯，佢亦都唔係鹹黃色笑話咯，佢冇鹹啲笑話，佢係黃色生活想你笑，但係黃色生活我笑唔出。唔係即係嗱，即係實際有受翻阿欣話齋，其實。漫画家日本嗰边佢会揾取材，即系可能话有啲好似少女漫画，我见我知嘅系，即系可能佢话啲大家啲女性嘅衫同男性衫唔同噶嘛，好多花款话画少女漫画嘅时候咧，就揾翻实际上嘅衫，即系当年流行嘅时装会取材嘅，咁呢个明嘅。但问题你取材唔系真系会买成兜内衣喺度买翻嚟啊嘛，大佬边咁多钱啊你？你又买成箱噶喎，大佬佢。系嘛，佢摆啲个嘢去睇喎，大佬。超多啊，大佬，你谂下底裤胸围可以一个箱满咗，几得人惊。
即係你就要知胸圍嘅花款質地啫，唔使買翻屋企。我覺得呢啲係。其實佢上網睇都得啦，係嘛？有時有啲位。你唔使買咁多個。如果你可能去百貨公司摸一摸，啊呢、這個質地呢、這個 cotton 一百 percent 嘅。鹹豬一動，你話攞嚟取材，我都覺得有啲合理性。唔係佢話見到，唔係佢話見到樣似助手同埋偏差先買翻嚟嘅。係啦，我呢、啊這個呢、這個理由好合理嘅，我唔會失水。咁但係雖然啦，你講到佢嘅一文不值，咁但係點解有啲人都會照睇嘅？咁但係原因係咩？就係、是。其實個女星嗰個陣容咧就幾唔錯嘅，我唔會否認嘅。男咧，但係冇期待。我睇漫畫嘅時候，即係當時咪有動畫拍出聲啦，我係將福山嘅聲代喺男主角身上嘅。福山用代入去應該 OK 嘅。所以問題係好多人都係福山代入去，所以當你動畫拍發覺唔係福山用嘅時候，就咦，好似有啲好微妙嘅好大嘅違和感。我諗真係要福山用，你揾美宇貴都未必得。但係同埋或者神谷都未必效果好好，係福山用先做。佢個定位即係我佢本嗰個角色，其實佢唔係幾啱配呢咁。重光先做啊嘛。啊係係，你講個男主角係佢係即係第一都知佢配咗咁耐，其實配呢類角色即係冇下限冇下品得嚟呢啲咁嘅。企力嘅角色，佢好似冇乜點識發揮呢個角色，佢把聲唔合。唔係，佢係發揮到下品咯，但係佢冇嗰種騎呢化，即係你要佢下品加騎呢，咁你都可能有嘢笑到出嚟啊嘛。佢係純下品冇騎呢咯，即係你唔會覺得係有周星馳嘅感覺，你係見到係嗰種係鄭中基係玩粗口嗰種，係啦，龍金威鄭中基嗰種純玩粗口，但係完全冇嗰種感，冇嗰種奇荒謬嘅感覺嗰種咯。嗯但啲女就哇正啦，女個陣容就重啦，丁公、丁公、組建，仲有嗰兩個係邊個？唔記得咗啦。丁公、組建，丁公係個超級助手啦，咁第三集先出嘅。組建就女主角啦，我會叫做即係阿師生啦，即係嗰、那個佢個主要嗰個助手啦。嗯。跟住仲有兩個嘅，一個就頭先講個編輯啦，即係 A 級啦，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個未畫過漫畫，完全唔識畫漫畫，因為有身材嚟應徵做助手的，因為可愛係啦。咁嗰兩位係邊個配啊？即係編輯同埋啊，乜都唔識嘅助手。編輯就係啊，林登有沙有身材個井口雨香係。就算你唔好理林登有沙存唔存在都好啦，井口雨香上季早見沙早見丁公，咁其實你都見到有幾種唔同嘅口味擺咗喺度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話站喺一個聽聲優嘅立場嚟講咧，其實都勉強可以一戰嘅，勉強啦。聲優大家都係一句，都話其實畫面冇咩特別嘢表現嘅，大家冚埋個熒幕。唔係，你要知道重點係咩啊？個重點就係、是、阿斯山咧，即係女主角啦，或者叫做阿祖健嗰個角色咧，係黑長髮，咁其實係好有少少似長大咗嘅 Iris 嘅。所以如果大家咧錯啦，長大咗阿 Sir 喺對面魔法高中咁，魔法高中嗰邊嘅啫。嗰件唔得啦，嗰件輕控嚟噶嘛。啱咯，前世佢俾阿力，佢俾阿妹妹搶咗個弱氣費，所以太反感。所以今次佢轉世要做阿督達經界妹妹咯，啱咯，啱曬佢咯，要病咗咯。係啊，所以如果你話大家喺個演妹嗰邊睇得有少唔耐煩，或者係覺得唔夠氣氛咧，可以過嚟聽下依邊嘅表演咧，都不妨係一種 fans 嘅一個彌補心靈嘅創傷或者不足嘅。呢、這個我諗係僅有呢套嘢嘅價值啦，係起碼站於我而言係啦。哇！即係老實講，你話笑真係一定老實講，真係笑唔出。啊！我就咁戲住睇咗其實，我即係純粹聽聲都仲可以。我睇個漫畫，咁我真係我比較中意草原沙織嘅，即係升咗嚟嘅先。我雖然冇再睇落睇都冇所謂嘅。佢做到個效果出嚟嘅，做到個效果。男聲優唔好期待啦，女聲優可以期待下咯。女聲優係 OK， 但主要都係組件。你話丁公其實就。有少因為丁公佢身出太 standard 向啊，佢太固定形式咧，所以你唔會覺得話好特別，始終就係調翻轉，你話可能編輯都有少少發揮，咁另外嗰個冇唔識畫嗰個就其實唔算出得好多，所以其實就個效果你都唔會好覺。咁 anyway 啦，我哋去下一套啦。